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表妹呀、啊，我们过来赶海了。今天带着耙子过来挖一挖哥。嘿，这里，哇哦，哇哦，嘿，哇，这么多条虾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呦呦呦，哇，好能弹，看这，没进去了。哎呀，哇，这虾比较有营养哦。哇，碰到一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这么能弹，这个头好可以了，不算特别大，但是可以了。哇哇哇，这里有一条，看它的眼睛，这是眼睛，身子已经藏起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哇、哦，这边好多，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活蹦乱跳的，我没挖到，先捡了一堆的那个虾了。嗯，哇，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大白，哎，我这里还有个壳，这个个头大、哦。哎，这里有声音，哦。响了，这一块，哇，又是一颗沙白，哎，这里，这水盖住了，哎，这里，哦，鱼，哇，远远被我看到一条斜板鱼，好小嘞！给你放了。哇，两颗！这里也有，这嘴巴尖尖的，哇塞！哇，漂亮哦！哎呦，又来了，这么小。看到没有？哇，这样挖好小！哎呀，好大一个！哎呦，哇，小的！咦，这里，嘿嘿，看到没有？一个小小尖尖的嘴露出来了。这个看看是不是？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是，哇，这里有一个，哇，好大一个，哎呦，一下子挖遍，我把人家壳给挖碎了，哎，这里也有一个，哇，小的，哇哦，来了，大沙白，哎，这里。哇，两个，哇，哇，看，那这里，这里响了，哦，不是，哦，这里有个坏掉的了，哦，底下。哇，这种挖法很爽呢！这个过瘾哦。哎，这里有一个。哎，这个刚烂掉不久的耶，有臭味了。下面有一个，哇，大，天鹅大，
来了。哇，哇，这可不小啊！哇哦，啊！小小小小的，咱们就不管了。这里有一颗，看到没有？就在这里。哎，哇、哦、哇，这么多！穿的好深呐、啊！哎呦，我是不是挖的有点浅了？这个是紫色的。这里有一个，看，嘿，有点难发现，要是没听到响声，嘿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哇，这个挖坏了，哎呀，换个地方吧。这个先收着、啊、那里有一大堆，这里有一大堆，噔噔噔噔噔，都进桶里来，好大个，这里有一两斤了吧，还有这些，哦，那条不要了，这条头坏了，头都被我弄断了，捅到桶里来。到别的地方再找找了。那里有、哦、那个是，哦，河豚，哦，它好活泼啊！这个，哇哦，带鱼，坑子，哎呀，这么多东西在这里，还有这岩岩的柱子。不知道啥来的，我被卡了啊！哇、哦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这里有条鱼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，这边，哎呀！哦，这里这里，虾，嘿，哎，好多东西，这些鱼小小的，这虾可以带，这条鱼就不带了，把它放到有水的地方，水多的地方。哇、哦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要给你放了，这条大哦。这里有一条，哇，我这么能跑，这个很肥，哎，还有坑子在这里，怎么啥都有了，哇，这里有一条。打坏了，哎呦，你听在这里，看一下，这是今天的收获，挖了一堆的螺，嘿，
要黑下来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阿梅的视频可以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